舞蹈也表演给我们所有人看。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Peter 王广成老师，欢迎他。谢谢。Hello， 老师好。Hello. 老师好久不见，你又帅了。啊、好，帅呀、啊。好，今天老师，我们一开始是用哪首歌来做一个？用一个谢谢侬。哦，小香侬，小香侬，好，来，那老师你在前面一点哈。好，那个伊森，我建议你稍微让开一点，因为他动作好大。音乐。陌生人陪我偏头痛，漂洋过海带来笑容，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。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。谁管穷不穷，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。太夸张了，不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才觉得光荣。再来一遍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却又是不同。向外奔，嘿，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。心动 double， 命中心火加倍向前。不具名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闪闪喽。这首歌是很好跳的，对。如果是陈奕迅有很多很动听的慢歌，有没有可能跳起来？听歌之王啊，然后预感啊，都可以跳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请 Peter 用一首慢歌来跳一下啊，我们大家跟着他一起来动。好，左脚向前，一收，二收，手打开，一大姐动作向后退，反方向，一向后推，退。落住，好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上个圈，多勇敢。好，谢谢，好美哦。哎，说不定过几天就会看到节目播出，就会看到广场上那个大爷大妈们阿姨们就跟着这首音乐真的。我觉得一到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娜娜应该会很那个愉快。那接下来有一首，我觉得一定会燃起全场的高潮，不知道 Peter 老师可不可以搞定，就是《浮夸》这首歌。浮夸，相当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，嗯，好不好？这个可以，大家跟我学一下再跳。我们一直都在跟你学。一直跟着你。啊，你先要讲一讲动作要领，稍微讲解一点点，好好好好可以吗？好好好。好，那么我们来一个，它是一个四三拍的节奏，对不对？六八。六八哦。差不多一样。对，六八啊，一样。四三六八开。开了啊，来看我的脚啊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三打打，四手打开，打开，向上伸双手，伸向下伸，唰打开，一打打，二打打，唰打打，退，哎呀哎呀哎呀，随便做，然后转个圈，哇，然后。再跑上来，再来一次。OK， 好，可以吗？我好想知道，我好想知道这个配上浮夸的音乐会怎么样。好，现在听起来好 low 哦，怎么好亲切哦。好的，好，来加油，浮夸的音乐 ，Come on music。手背双手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向上，向前，向后退，向后跑。向前，打开，向上，打开，往前走，看着前面，向后跑，向前跑，准备，做大娱乐家。我喜欢一看医生往后，医生好有范儿的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哎，你下场可以用那种欲走还留的那种下场，再来一次吗？不是，你就这样下场，要下不下的那种。快乐家族，医生，医生，可以了，赶紧走。